建成，你有你讲，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澳门开讲，我系主持人李若莹，今日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我哋本澳嘅关于水嘅一啲问题噶，咁啊包括啦，我哋平时依赖嘅生活用水究竟系从何而嚟咧？咁呢个安全方面又点样保障咧？咁另外一个就系旧年我哋回归嘅时候咧，国家送俾我哋一份大礼，就系话要明确我哋澳门嘅习惯水域。咁呢个习惯水域究竟系指乜嘢咧？今日就请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嘉宾，同大家一齐讲解呢两个问题噶。我哋欢迎海事及水务局嘅局长黄瑞文女士噶，黄局长你好，系你好李小姐你好，咁我哋都好欢迎大家啦，就相关嘅问题打电话上嚟同我哋黄局长一齐沟通一下嘅，我哋电话系28789192，或者通过荧光网上面嘅网址啦，同埋我哋澳门开港嘅微信啦，嚟加入你哋嘅网上讨论噶。咁喺开始之前咧，我哋先嚟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嘅重点新闻。银河娱乐第二期的澳门百老汇今日开幕，银娱主席吕志和泰新闻发布会致辞致表示，虽然澳门经济有些问题，但对于澳门的前景充满信心。目前银娱向澳门总投资逾430亿港元，计划将增至1000亿港元。吕志和表示，除了以最地道和最具澳门特色作为百老汇的定位，更希望辅助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澳门品牌和国际知名度，达至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目标。他要表示，计划与横琴投资100亿人民币，与西南区域建立体育休闲度假中心，推动珠三角的发展。涉警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的本澳18岁中学生，这名中学生涉嫌收取日薪160元，受聘于香港贩毒集团。涉警是与黑沙环中街附近拘捕这名中学生，相信当时正与一名本澳商人交收毒品，两人同时被捕。涉警当场在这名中学生的住所共收出10包可卡因，黑市价值6.1万元。被捕中学生较早前在夜场被人介绍搵快钱，数日前开始协助贩毒，有人承认已经2次出售毒品，案件同时已经知会较清楚跟进。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多个行业的人力资源调查结果，其中酒店业是第一季，巨幕有45817名全职员工，按年增加2.6%。饮食业聘用了25260名全职员工，按年增加10.9%。统计局指出，饮食业在今年首季职位空缺率为8.6%，按年下跌3.1%。雇员流失率已下跌至5.3%，反映饮食界人力资源流失情况稍有改善。翻嚟澳門開港嘅現場，咁今日咧會同大家關注兩個方面啊，關於水嘅問題啦。咁首先咧都會先關注一下同我哋平時生活息息相關嘅一個供水安全嘅問題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喺早幾年我哋經常都會睇到新聞報道上面又話提到啊，珠海又有鹹潮啦，可能大家要節約用水啊多啲嚟關注一下我哋嘅一啲用水嘅方面嘅一啲問題噶。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我哋水同埋電啦，好多都係靠我哋祖國大陸咧係供俾我哋澳門市民使用噶。其實近年嚟大家都可以見到一個鹹潮的情況已經新聞好像沒有那麼多，即是可以說明我們的鹹潮情況是有所改善的。或者今天黃局長在這裡，或者借此機會先問一問黃局長，我們現在可以供給我們澳門的水源一共有哪一些呢？他們是否可以真正保證到以後澳門市民都不會再受到一個鹹潮的影響呢？應該可以這樣說呢，就應該自2005-2006年發生比較大的鹹潮之後呢，咁特區政府做了一些大量的工作啦。咁透過區域合作啊，通過我哋粵澳有個係供水嘅專責小組，咁係已經有一個短中長，當年係已經建立咗個短中長期嘅一個措施，係就保障澳門同埋珠海嘅供水安全咧，係定咗一系列嘅規劃。咁其實短期措施咧，到而家為止其實都係實施緊嘅。呢個短期措施咧，就係對整個嘅珠江流域係實施水量調度。咁呢個水量調度嘅意思咧，就話到響冬春季節，咁其實澳門嘅鹹潮咧，大家都知道，唔係整年都會有。
咁澳門嘅缺水情況係一個叫做季節性嘅缺水，咁即係話我哋由每年嘅四月至到九月、十月咧，都係一個豐水期。咁我哋嘅江河嘅來水係好多嘅，咁我哋嘅淡水咧就源源不絕咁樣響我哋嘅西江支流。係磨刀門嗰度咧，係抽取淡水，咁經過水廠咧就分到每家每户啦。咁但係出現嘅鹹潮情況就係響冬季，到係春天之前，咁通常係發生喺十月至到三四月期間。咁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咧，短期措施就係頭先我講到嘅水量調度。咁水量調度嘅意思咧，就話喺呢個冬春季節期間咧，要透過連同埋上游嘅大型水庫，係對下游。中游下游嘅城市係定期咁樣係放一啲淡水落嚟，咁當然呢個前提就係話上游嘅水庫有足夠嘅庫存，咁解決一啲我哋響呢幾個月枯水期嘅供水問題，呢個係短期措施，同埋其實呢幾年都係有做噶。咁呢個係要透過流域機構，最主要咧就係珠江水利委員會。去做，因為呢個係跨省市嘅一個咁嘅動作。咁好啦，咁中期措施嚟講咧，其實而家都係完成咗嘅。咁中期措施咧就係、是、透過喺珠海靠近一個叫做斗門嘅白礁嘅地方，起咗一個叫竹銀水庫。我諗大家喺新聞報道都聽到，可能有唔少人都去玩。係，咁呢個咧係喺2011年咧已經係啟用。咁呢個水庫咧其實係相當於即係話我哋好似屋企有個大水缸咁樣。咁喺冬春季節嚟講咧，就話當我哋嘅鹹潮或者係我哋嘅淡水係不足嘅話咧，就可以調動呢個叫做調蓄嘅水庫，將裏邊已經儲存好嘅淡水咧，就係調動流落嚟我哋澳門或者珠海一啲地方。咁樣咧就係、是、解決我哋冬春季節嘅供水問題。咁呢個中期措施其實而家呢兩年、呢兩三年都發揮緊作用。咁好啦，長期措施嚟講咧，其實大家如果睇報道都有睇到，其實大藤峽水利輸流係一個廣西桂平市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大藤峽咧，佢嘅作用咧就係、是、起咗一個因為呢個屬於一個大型嘅水利輸流工程。咁佢亦都係透過珠江水利委員會，即、就、係、是、水利部下邊嘅呢個流域機構咧，就係、是、組織同埋廣西一齊去興建。咁當然廣東有參與，澳門咧亦都援助咗8億嘅人民幣喺水庫嘅建設裏邊。咁呢個大藤峽水庫佢由舊年年底開始動工，預計九年完成啦。咁如果有咗呢個大型嘅水利輸流嚟講咧，咁即係話喺我哋叫做其實大藤峽嗰個位置應該講係中游啦，因為佢係屬於廣東廣西交界之間，咁就好似有一個叫做調節嘅大水庫。萬一下游係出現咗一啲即係話譬如一啲水情唔好啊，又或者有啲污染事件，其實佢就可以當扭開個水喉，將大量嘅淡水流翻嚟下游。咁呢個調節水庫咧，就根據水利部門嘅一啲預測咧，就應該可以比較長遠咁解決咗珠三角，尤其係我哋西邊西江呢一邊一個用水安全問題。咁呢一個我就大概咁略略講翻下，其實即係話我哋雖然而家鹹潮唔受影響，但係幸福唔係必然。其實咧係即係特區政府啦，同埋我哋透過粵澳合作啦，即係廣東省政府啦，加埋珠江水利委員會，即係水利部下邊中央政府嘅一個部委啦，咁樣去即係大力去協助，先至能夠讓市民真係感受到，我哋好似冇鹹潮啦，供水安全已經得到保障啦，咁即係但係呢個背後其實係都有大量嘅工作做咗，同埋仲喺度推進緊嘅。是的，咁聽完黃局長介紹之後咧，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要珍惜自己嘅每一滴水啦，真係每一滴都來之不易啦。咁啊，透過短期嘅一個水量調度啦，同埋一個中期嘅即係我哋珠海嗰邊嘅竹銀水庫嘅一個水缸作用啦，同埋長期一個大藤峽嘅水利輸流啦，咁可能預計2023年會完工嘅一個大型嘅水利工程啦，咁樣嚟保證我哋本澳嘅一個供水嘅安全㗎。咁唔知大家對於呢個供水方面仲有咩問題，一陣間都可以問一問我哋嘅黃局。
獎㗎。咁第二樣嘢咧，都我相信係大家都非常之關心㗎啦，就係、是、我哋嘅一個澳門嘅習慣水域㗎。咁舊年啦，就我哋就聽到啊，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嚟到我哋澳門嘅時候咧，就會話誒希望喺年內咧就可以完成我哋一個習慣水域嘅一個工作㗎。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到習慣水域呢一個詞啦，咁但我相信可能都有一啲觀眾朋友對於我哋習慣水域呢一個詞並唔係咁了解嘅。咁可能黃國長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咩叫做習慣水域咧？冇錯。咁習慣水域咧，響我哋作為日日即係作為海事及水務局，以前就港務局啦。咁我哋每日嘅工作嘅事務，其實都係圍繞住我哋周邊嘅水域、周邊嘅碼頭、周邊嘅航道同佢哋打交道。即係我哋有好多同事係為咗呢個港口，或者係為咗我哋周邊嘅水域去做工作。咁為咗更加形象咧，同大家去介紹呢、這個習慣水域咧，其實我亦都帶咗張由特區政府係印製嘅一個海圖。咁呢個海圖咧，其實就大概咁將我哋習慣水域嘅範圍咧，就已經係包括咗喺裏邊。咁淺藍色嗰個部分是因為咧個海圖嘅特點咧，就係陸地嘅地方就係黃色，陸地嘅地方係黃色嘅。咁啲水咧最越深嘅地方就係白色。譬如我哋最深嘅地方就係白色，比較淺嘅地方，一啲低洼地方咧就係綠色，咁冇咁淺嘅地方就係淺藍色。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習慣水域範圍，即係話我哋同事包括我哋局嘅同事、海關嘅官員去執法，其實都係喺我哋所謂嘅習慣水域裏邊做嘢。咁大家睇到，如果邊界嚟講，譬如我哋喺內港有灣仔對面就係我哋嘅呢個習慣水域啦。咁另外咧，我哋同橫琴之間嗰個水道係叫十字門水道，亦都係。是我們西邊的一個邊界。那去到東邊來講呢，東邊來講，譬如這個是現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啦，那然後我們再來回有機場這個跑道，有個海事禁區，那這裡都是我們 一向來講管理的習慣水域範圍。即包括埋呢個九澳港，我哋九澳港可能好少好少朋友會去過。咁但係九澳港係我哋一個貨櫃碼頭，亦都有一啲燃油嘅進出口。咁其實都係一個我哋所謂嘅一個貨運碼頭。咁呢度睇到我哋嘅而家氹仔嘅臨時碼頭啦。咁呢度大家去得比較多，就係走外港嘅客運碼頭去香港必經嘅。咁我哋都睇到，我哋有幾條航道咧，我哋要負責維護啦。包括呢條咧，就去香港嘅航道。咁呢條航道咧，就係、是其實好多船出出入入，有啲係翻嚟內港，有啲咧係內地嘅船隻經過我哋嘅往內港航道，或者係內地叫做澳門水道咧，係進入紅灣。就係橋底嗰個。係啦，經過三條橋，包括而家橫琴同埋灣仔之間有多兩條橋，咁呢度咁樣經過。咁我哋所講嘅習慣水域範圍咧，其實就係、是這個部分，只不過係正如我哋由於歷史問題咧，一直係冇一個水界喺裏邊。咁但係我哋啲同事工作嚟講，其實心目中都係有一個範圍喺裏邊。即係可能同內地一啲部門都已經有個默契。冇錯，冇錯。係嘅。咁或者我哋而家都先聽市民有咩意見啦，對於我哋一個工商安全同埋我哋一個習慣水域方面，有咩想問一問我哋黃局長咧？我哋先聽電話入邊嘅余生嘅意見。余生你好。主持好啊，黃局長你好啊。係咁樣嘅，即係我。剛才局長都提到，其實大家都好知道咧，喺嗰個供水嗰度咧，其實無論中央啊或者廣東省政府，即係內地嘅同胞都好支持我哋嘅。我覺得喺度咧，首先一個就水資源即係越嚟越緊張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噶啦，唔係話中國啊或者邊一度，全世界都好緊張，水資源人口越嚟越多。咁但係喺即係。中央是很支持我們，無論在硬件工程的配合、在水庫或者水的設施、水利設施做很多，但我覺得有些時候澳門人，我們在中央支持我們的時候，澳門人其實都要珍惜這件事。但是這件事有些時候我爆又是衰一點這樣說，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澳門人不一定很理解、他那種中央對我們、或者廣省同胞對我們支持那種重要性不理解。
我其實覺得有少少咁講啊，適時要公布翻內地供水緊張嘅情況。其實我知道內地經常會即係有啲就會係啦，會制水呢樣嘢。有啲時候你我哋去點樣理解？哇，人哋制水喎、哦，但係點解我哋會有呢、我哋點解有供水？呢、這個就係中央支持，但係我哋係唔會知道內地制水嘅情況。我覺得適時應該要公布一下。即系当系一个普及知识好，一个教育好，对小朋友、对青少年都好啊，要适时公布广东省依家嘅供水情况系点样？大家都知道，哇，原来其实有都唔少地方喺度制紧水或者限水嘅时候，原来我哋都可以用紧水。有啲地方就系佢隔篱就系水源啦，但系就唔俾佢用，先保证咗港澳嘅用水先。我睇呢个信息要有，如果唔系有啲时候，我觉得系对唔单止系对我哋。青少年的認識或者是對國家的支持，就算對內地同胞，有時我覺得不是那麼公平咯。嗯，好。另外，繼續，余生。是，謝謝。另外呢，就是說關於水域的問題呢，其實這麼多年，我自己以前都做過記者，都知道在那個水域就是灌水域那裡，其實即正如局長所說，其實我們跟內地有一個很好的默契在這裡。這個應該是說有些時候可能未說是很去標識或者是白字黑字，但是我們那個習慣處理得，就特別是我的理解，由之前的水警啦，叫做水警啦，到今天的海關呢，其實跟內地的默契都保持到很好的。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應該做好去延續下去，有些東西可以，譬如可以如果沒有必要的就不做咯。總之我覺得就處理得好就可以了，那個水域的問題。因為但是又回頭這麼說，呢、這個時候特別是橫琴嗰度，可能有些地方啊，或者未來會發展咧，會更加緊密咧，可能嗰個巡邏、嗰、那個水域巡邏要加強。嗰陣時嗰個配合個默契，可能就要更加加強咯。好嘛，好，多謝曬你嘅意見，余生。咁余生咧就兩個問題都問咗黃局長啦。咁包括佢認為咧應該多啲通報內地嘅一啲節水嘅情況噶。咁其實我相信對於一個本澳嘅節水啊，同埋一啲宣傳教學方面咧，都應該係一個問題。一陣間可以同黃局長傾傾。仲有就包括咧，佢認為水域有默契咧，但係喺巡邏方面咧，以後可能仲要繼續加強噶。咁我哋再聽下一位林生電話，睇下佢有咩意見先。林生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黃局長你好。首先啊，感謝你喺度直面觀眾，因為呢個值得非常之正面肯定嘅事。頭先阿余先生嗰個意見咧，我係不予苟同嘅，因為水買賣呢個純粹就係在商言商，係商業行為，唔需要多謝，但亦都唔需要有任何過分嘅依賴或者咩渴望、希望呢啲嘢。但係早一日發到翻轉一樣嘢咧，我哋希望咧就一定要做到再生水嗰步咧，係加快速度。你睇新加坡就係新加坡。啲水以前初初立國嗰陣時係大部分八成以上係喺馬來西亞買，而家倒翻轉有水賣翻俾馬來西亞，呢個就係成功。點解咧？佢知道，喂，靠人哋供水，終有一日人哋今日對你好去供你水，聽日可以截你水，同樣一樣道理嘅啫。我哋唔係話要同祖國咩脱離關係，都冇同佢反面，但係當時將來發生嘅事，大家唔知係嘛？與其係等人哋良好願望咁希望別人嚟施捨，不如自己做好自己嘅嘢，就咁簡單。水呢方面 OK。第二樣咧就是習慣水域啦，習慣水呢個問題就好嚴重。我咧有啲朋友咧喺過由呢個澳葡時代過渡嚟澳門咧係水警咧，嗰陣時嘅水警係一個海關啦，啊叫中高級人員啦。佢私底下同我抱怨，佢話自從回歸之後咧，澳門嘅海關嗰時嘅水警啊，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唔習慣叫海關，水警咧係已經冇辦法喺習慣水域或者自己以前可控嘅水域嗰度巡邏噶啦。因為點解真係冇辦法？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幾年前唔知阿黃局長記唔記得一單咁嘅搶屍新聞都幾好笑嘅，就喺呢個黑沙環海嗰、那個海邊嗰度，即係嗰個東方明珠嗰個粒轉轉下粒嘢嗰度咧，有一條有個屍體咧浮咗過嚟澳門嗰、那個堤壩邊嗰度，咁有個神運嘅市民見到咧就馬上報警啦，咁跟住消防啦、水警啦、同埋司警啦、治安警咧都到曬現場，準備係做呢個現場勘測，咁突然間咧對面咧有個。唔知咩等級，反正就一個低級嘅邊防武警咧衝過嚟，啊呢度唔得，你哋冚冷走，呢個係我哋管轄嘅。咁結果佢一個咁嘅低級嘅邊防武警啊，趕走曬所有嘅澳門嘅治安部隊嘅人員，個個摸下鼻哥翻屋企食飯。咁但係一個問題引申出嚟就係話，呢個人究竟係澳門市民被謀殺啦，定係大陸市民被謀殺咧？嗯，就唔清楚。意外溺斃啊，定係被謀殺咧？
那件事完全冇曬下文喎、哦。咁如果嗰個咁巧一個係澳門嘅，因為澳門成日都有失蹤人士噶嘛。如果咁巧澳門市民死咗，而無法有效咁調查跟進落去咧，咁啊對死者唔公平，對公義不公平，對一切都不公平，係嘛、嗯？但係而家就係冇辦法管理，因為點解咧？一個咁樣唔知咩等級嘅冇邊防冇警，話呢度我哋管下嘅，咁就全部澳門所有紀律部隊人員撤走，摸摸鼻哥翻屋企食飯。咁、嗯、呢個問題就好嚴重。所以你覺得水域清晰係比較好？我希望阿黃局長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即係你可以答、嗯、可以唔答，但係唔好引導市民遊花園。嗯，好多謝曬你嘅意見，林生。咁我哋聽到呢度咧，都要先去睇一睇今日嘅天氣情況啦。咁天氣翻嚟咧，我哋俾黃局長回應一下觀眾嘅問題。好，翻嚟澳門香港嘅現場。咁頭先有兩位家庭觀眾啦，都問咗黃局長幾個問題嘅。咁可能就俾翻家庭觀眾了解一下啦。咁包括咧，余生認為就需要通報內地嘅一啲節水嘅情況嘅。咁仲有加強一啲水域嘅巡邏啦。咁林生咧就認為咧，我哋係咪應該去發展一下再生水呢一個科技咧，嚟解決我哋一啲供水咧有可能會出現短缺嘅情況。咁咧佢就仲舉咗一個例子咧嚟話明咧，我哋水域不清晰咧，就可能對執法咧都會提供一啲難度。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而即係疏忽咗呢一個執法咧？咁我哋請黃局長嚟解答一下呢幾個問題啊。OK， 好多謝余生同林生啊打電話嚟即係俾一啲意見我哋啦。咁首先咧係回答翻關於余生關於供水方面嘅一啲，我哋係應該係適時係同市民通報內地嘅一啲缺水情況，或者係對市民嗰個節水意識係進一步提高。其實我哋好認同嘅，我哋好認同。咁響翻我哋整個節水小組或者特區政府係做節水政策嚟講咧，其實宣傳教育係我哋其中一項。要長期持之以恆推進的工作。咁宣傳教育嚟講咧，我哋當然內地嘅一啲最新嘅水情或者缺水情況，咁我哋能否即係能夠最快速度能夠響我哋啲傳媒裏邊去介紹呢、這個，我哋會進一步吸納余生嘅意見。咁但係其實我哋響宣傳教育方面咧，都係做咗唔少嘅工作，包括咧我哋響枯水期即係寒潮期間咧，我哋有好多落區嘅活動，即係譬如我哋去快自己啊，去遊看啊，甚至去氹仔啊，去各個社區係擺攤位啦。咁一方面係介紹翻我哋而家節水有咩方法啦、啊，又或者係等唔同嘅社團，亦都係派人去參與啊，亦都介紹埋我哋啲節水器具啊。我哋希望咧就話呢啲咁嘅節水宣傳咧係深入社區，就唔好淨係喺電視賣下廣告就算數，又或者係做一啲 show 就算數。好似有個獎勵計劃嘅，我記得。係啊，我哋有個節水回贈，咁每年嘅枯水期，咁約莫係九月至三月咧，我哋就會睇翻你嗰個用水量，如果比舊年同期係慳到10%-30% 咧，咁我哋咧就會回贈一個數字，咁當然有個上限啦，唔可以你慳幾多就俾幾多。咁我哋其實都辦咗好幾年，咁個成效咧都係幾顯著嘅。咁有市民啦，同埋有商户都可以參加，我哋反正係。用户就可以參加，咁呢個節水回贈計劃係其中一項。咁我哋希望通過多種嘅渠道宣傳節水。咁當然市民係咪真係能夠感覺到祖國對我哋嘅關顧，係咪覺得係呢樣嘢？我諗每個市民呢個公民教育咧，我諗我哋都要從細開始做起。咁所以咧，其實冇錯啦，我哋又會同團體搞一啲去我哋嘅鉛水之旅，即係去。竹篙洞水庫啊，或者去頭先講嘅中銀水庫啊，咁我哋嚟緊咧，亦都希望去中小學裏邊搞一啲講座，咁希望由細個做起，亦都佢哋翻到屋企教翻啲父母，教翻啲祖父母，即係話我哋啲水點樣得嚟不易啊，點樣可以慳水啊？我哋覺得呢個宣傳我哋要繼續做嘅。咁當然另外或者我順便講埋阿林生嗰個問題啦，關於嗰個再生水嗰度。咁其實咧多謝你支持我哋呢個再生水嘅計劃啦。我哋呢個再生水咧，其實都係通過一個公開嘅諮詢，響前兩年，亦都係得到一個市民或者係社會嘅認同咧。我哋有一個再生水嘅發展規劃。咁我哋再生水發展規劃咧，就先會喺一啲新區。
而家已經鋪設咗管道嘅，包括係石排灣嘅公屋，或者係橫琴嘅澳大校區，咁咧就可以係先推行再生水，因為我哋亦都睇翻再生水係需要一條獨立嘅管道。咁如果喺舊區或者係舊城區咧去做呢樣嘢咧，確實係唔切實際。即係喺嗰個擾民啦，又或者係成本效益方面咧，暫時係做唔到。咁我哋未來推再生水咧，都會集中喺新區、包括係路氹城嘅一啲新項目啦，亦都將來喺新城填海 A、B、C、D、E 區裏邊，當佢有新基建嗰陣，我哋嘅再生水管道咧就可以乘住其他管道嘅鋪設一齊鋪設。咁呢個係我哋嘅再生水發展規劃。其實我哋會繼續去推進，亦都係有信心去逐步去完成嘅。是的。那講到好了水域那裡，那當然是其實余生和林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見啦。沒錯，在一個水域界限未清晰的情況之下，為了解決我們工作上面的一些問題，我們和內地的海事部門，又或者海關和內地的邊防邊境部門，其實都是大家有一個充分的溝通和合作機制，即是說有什麼事，其實值班室值班室之間，即不是我的層次了，有時當然我也都會打回給對方的領導，如果有比較大的問題，但是前線的同事呢，其實和對方的前線同事呢，其實是有一個比較良好的默契溝通的渠道，一般的事件呢都是能夠比較容易地解決。當然加強巡邏那裡，其實我們也都會聽取大家的意見，我也都會跟海關的部門去反映那個巡邏、那些或者是針對非法入境、的情況，這裡、因為不是屬於海事局的範疇、但是我想、海關也都會聽取大家的意見。至於剛才、林生最後提到的一個那個 case 嚟講咧，其實我都係因為我唔係海關嘅部門啦，咁我都係聞説過呢件事，咁但係所以我未必能夠直接解答到你啊，林生。但係咧，我希望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就係由於我哋嘅水界未清晰，水域界線未清晰，咁就出現呢一啲叫做司法管轄權係唔清晰嘅地方，咁令到執法人員其實係難以執法，就算法院在判決方面，其實他們也都要要傷腦筋的，即是這個案件是怎樣去判，所以也都是有這個迫切性，習主席覺得要明確翻我們特別行政區習慣管轄的水域範圍，所以即是說林生你的憂慮呢，應該希望可以很快解決到。是的，咁其實咧就話明我哋嘅一個習慣水位清晰咗之後咧，唔單止對於我哋係一個經濟效益啦，咁對於我哋一啲管理方面咧都係有好大嘅裨益嘅嚇。我哋而家都嚟繼續聽聽家庭觀眾嘅意見啦。線上有一位何生在線，聽聽佢有咩意見先。何生你好，係大家好，我係生態學會好海添啊，係好，係。首先咧就應該局長帶領港務局嘅政府節水工作小組咧，喺呢個節水宣傳上面咧，呢個真係值得讚揚嘅。因為一般政府搞活動咧，都係一年搞一次咁啦。其實港務局啊節水宣傳咧，係基本上每一個月喺每一個社區咁嘅輪流去做，即係睇到呢個節水宣傳咧深入社區呢方面咧，其實係做得好用心，而且持續咗好多年啦。咁喺再生水方面咧，頭先局長都有提到咧，其實喺環保方面咧，我哋真係支持呢個再生水嘅。咁只不過基於而家公共工程嘅有啲重大民生工程需要推遲咗，其實唔緊要嘅。再生水咧，其實唔止淨係包括污水廠再利用嘅一個再生水咯。其實我建議咧，嗱，其實澳門咧其實落雨嘅天數都比較多嘅。特別是在石排灣咧，你而家建起好咗呢個再生水管咧。石排灣咧，而家咧係經常係水浸嘅。咁佢九澳路山體同埋路環山體落嚟嘅雨水咧，係咪可以將佢再利用翻，就作為呢個淡水資源嘅補充咧？其實係值得研究嘅。咁呢個亦都可以作為再生水，即係講節水嘅工作嘅其中一個元素咯。咁第三咧，頭先你提到水域方面嘅咧，嗱，我覺得咁樣，因為咧，我哋其實已經啟動了向中央申請呢個水域啦，咁其實相關的水域的一啲管理啊，
管理制度啊，啲法律法規咧，可能咧已經要需要諗咧，就要啟動要進行呢方面嘅研究啊。但係咧，你話真係淨係靠港務局一個局嘅法律人員咧，相對嚟講咧，這個壓力真係好重啊。因為各方面包括管理啊，將來面對嘅用海權啊、養殖啊，係咪啊，海事活動好多呢方面嘅新嘅法規咧，係唔係其實可以即係我建議翻局長咧，你可以借助翻。高校的法學院的力量，好像科技大學法學院它都有個環境法研究中心的，我知道它們都有研究這個澳門水域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其實它可以幫到你的，在這方面也都可以減輕到你們的負擔。最後呢，我提一提呢，就是說這個水域權呢，即將來有了之後呢，可能呢就是更加可以多一些去考慮呢，就是而家我哋好多漁民兄弟咧，嗱，而家休漁期啊嘛，好多漁民咧休漁嘅期間咧，其實港務局都搞咗好多培訓課程俾佢哋嘅。咁但係咧，即係隨住呢個世界呢個漁業資源嗰個日益個減少咧，其實佢都面對嗰個轉型嘅壓力嘅。咁將來我哋有咗水域咧，其實我哋可以更加喺利用呢個漁業基金咧，喺一啲近岸養殖啊。在轉型啊，即係漁業轉型方面咧，去輔導佢哋咯。咁佢哋其實更加係需要即係除咗係一啲培訓課程之外咧，我諗佢哋如果將來嘅話有咗水域權咧，我哋就可以為我哋本地嘅一啲產業多元化咧，提供更多嘅服務。嗯，好，多謝曬你嘅意見，何生。咁或者何生頭先都提咗非常多非常之專業嘅意見啦。咁我哋一陣間嚟聽阿黃局長解答。而家再繼續聽多一位趙太嘅意見先。趙太你好。你好啊，局長同主持人你好。我想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關於頭先都睇到局長介紹嗰個水域嗰個範圍啦，喺個北五支有冇包北灣同個鴨涌河？因為呢兩條咧係比較受到污水的嚴重影響咧，好似北鴨涌河咧，中央已經好明確就話主導係整治鴨涌河由中央主導，一係到鴨涌河出咗問題死魚就發到好似300界嘅，啲魚死咗咧就喺我哋呢邊咧，就能夠喺個隔邊佢就流對河岸咧就流唔到噶。所以鴨涌河包唔包屬嘅水域開運嘅以後，可唔可如果出現死魚啊，或者咩時候，我哋個海關或者個警員嗰個港務局可唔可以過去留意？第一個北灣，一係北灣你出現嗰個污水臭啊，咁有居民提出要填北灣，但係我都知道填北灣係要經過中央，因為水域唔俾你開通，唔等於可以填海噶、造地噶，要經過中央批准噶。咁啊，你北灣正式個主要問題出現咩嘢啦？我想提出嚟咧，就一個北灣，我想問啊，長你一個通知牆，每日通知通牛，所有個污水同鐵水嘅時候，其實咧北灣咧係嗰個臭味，你幾經過污水點處理都好，個臭味都永遠處理唔到。咁啊，你哋有冇再徹底搞一搞？第二個問題，遊艇自由行有。近期有團體積極推動嗰個遊艇自由行。如果嗰個水域未解決問題嘅時候，到時嗰個遊艇係邊個管理？我想提呢個問題。好啊，唔該曬，好，唔該曬你的意見，趙太。咁相信何生同埋趙太兩個意見都非常之專業啦。咁可能一下答唔曬兩位嘅問題，咁或者先回應一下何生嘅一啲問題先啦，黃局長。好啊。多謝何生啦嚇。其實何生都好支持我哋嘅活動，因為作為生態學會咧，何生都係參與我哋好多節水方面嘅工作。咁亦都好多謝你對我哋節水小組嘅一啲支持啦嚇。咁我哋認同你。講到嘅一個雨水再利用嘅一個做法，咁其實喺我哋嘅治水規劃大綱，我哋係有八大措施，其中有一個措施咧，都係講到雨水再利用嘅，即係再生水其中一個，雨水利用都係另外一個。咁只不過咧，我哋係因為一啲叫做一啲大型嘅引水工程，又或者係要將某啲山體嘅一啲雨水收集，其實係需要一個過程。亦都你收集咗，亦都要附近要有一個類似好似石排灣水塘嘅集雨區。咁當然頭先何生提到嘅就係話石排灣水庫其實係一個好嘅集雨區，我哋認同嘅。咁呢個係要工程措施，即係話唔可以係一下子就做到。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同公務部門咧係就有關嘅能夠利用到石排灣附近山體嘅集雨區嘅雨水。入
去呢個水庫咧，其實我哋係一直係有溝通同埋有研究，咁亦都希望下一期或者下第二、第三期裏邊嘅相關嘅道路工程又好，或者係周邊工程做嘅時候咧，考慮埋呢個集魚呢種咁嘅作用，咁確實係能夠係為我哋提供另外一個水源。咁呢個我係認同何生嘅意見。咁另外關於何生提到嘅水域方面嘅一啲管理制度，多謝何生咁熱心啦。咁我亦都喺度想講翻，其實呢個水域嘅工作咧，咁其實特區政府係作為呢個劃定水域個聯合工作小組嘅成員之一，即係話其實中央嘅國務院港澳辦咧，其實係一個牽頭單位。咁裏邊有其他嘅部委喺裏邊，咁包括水利部啊、海洋局啊、交通運輸部等等。咁特區政府同埋廣東省政府其中一員，咁我哋都係俾意見同埋配合翻呢個劃界嘅工作。咁喺特區政府範圍裏邊咧，亦都係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工作，就話唔係淨係海事及水務局能夠做曬所有嘅嘢。咁正如頭先何生講到一啲法制嘅建設，第時如果有水域，我哋嘅水域嘅點樣劃分，點樣係利用開發，其實要有法律法規去規範嘅，唔可以就話有咗水域就自己亂咁用，或者係去任意去用。咁呢度其實我哋亦都想講翻，我哋呢個跨部門小組裏邊咧，特首辦牽頭啦，咁我哋局加上海關，加上係法務局、經濟局、旅遊局、土地公務運輸局，係啦，有一系列嘅跨部門小組一齊係出謀獻策，係為我哋呢個水域嘅劃界咧提供資料同埋俾意見，形成一個特區政府將會向中央政府提交嘅一個報告，咁嚟去跟進呢件事嘅。咁所以何生，我多謝你嘅意見，咁亦都希望你俾多啲意見我哋，將你嘅意見融入埋我哋向中央政府提交嘅報告裏邊。咁係㗎。回應完何生嘅問題咧，我哋又係時候去睇一睇廣告啦。咁廣告翻嚟，我哋再嚟回應一下趙太關於一個北灣同埋鴨涌河治污嘅問題啦，咁同埋一個遊艇自由行我哋點樣管理嘅問題㗎。先睇睇廣告。我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今天跟大家一起來談談關於我們工作安全和習慣水域的問題。我們很開心都請到海事及水務局局長黃瑞文女士上來跟我們一起交流。剛才呢，我們有家庭觀眾趙太就問到我們關於北灣鴨涌河治污方面的問題，還有遊艇自由行怎樣管理的問題。現在將時間交給黃局長，看看有什麼回應先。好啊，很多謝趙太的問題。趙太也是其實長期關注一些好像跟我們局其實都有不停有聯繫，關於鴨涌河嘅一啲污染事件啊，譬如發現咗死魚，佢都第一時間通知我哋同事去現場去處理。咁鴨涌河咧，或者阿趙太問到，其實呢兩個地方係屬唔屬於我哋水域管理範圍？我可以講咧，鴨涌河咧就唔係嘅。鴨涌河咧，我哋個邊界界線咧就係限於我哋嘅岸邊嗰個圍欄嗰度。咁鴨涌河其實一直都係屬於係珠海嘅嗰個管轄範圍。咁但係點解我哋都做呢？因為我哋即係得到聽到居民投訴，關心到裏邊嘅一啲污染或者係死魚，咁我哋都係盡量同翻珠海方面嘅相關部門去協調。咁等佢哋俾我哋放啲船仔，俾同事落去撈咗一啲，即係叫做係即係暫時解決一啲可以見到嘅污染問題。咁當然長期嚟講咧，其實而家有一個跟進小組係粵澳方面嘅跟進小組。咁我哋呢方面係由環保局去牽頭嘅，咁同翻內地嘅環保局咧，大家去對接係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我哋局咧亦都有派同事去參加。咁其實呢個關於鴨涌河呢個污染咧，我哋而家睇翻嗰個進度咧，都係相當係良好嘅。咁我哋希望下一步咧，能夠解決到個問題。咁至於北灣嚟講咧，北灣嘅呢個污染問題咧係惡化啦。咁呢個其實主導都係由翻環保局去牽頭。咁但係我哋都係有派員去參與。咁北灣嘅環境惡化，其實主要都係由於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珠海方面嘅一個叫做係一個堤圍。
填咗出嚟，係啦，咁令到北灣咧以前係一個海灣，係有水流過嘅，係啦。而家嘅問題咧變咗好似條盲腸，我哋將個區係列為一個盲腸。咁個盲腸係點樣解決佢嘅污染咧？其實唔單止我諗阿趙太，其實就算我哋阿羅司長都係好關心呢個問題，亦都係指示咗我哋同埋相關部門咧。是想方設法看看有沒有一些短中長期的解決辦法的。剛才趙太提到的一些污水流出去的問題，其實呢這方面我們也都是有跨部門小組，包括公務局、民署，其實針對北區的截污的問題呢，其實都是很傷腦筋，因為我們其實水排出去海，有些是叫清水渠，但清水渠很多時候都被錯接，將一些污水接了清水渠，變成有些未經處理的所謂有括弧兩個字清水呢，其實是污水來的，就直接排了去海裡面，現在就排了去北灣，令到那個情況更加是惡劣，因為那個盲腸段呢是令到水流那個難以流通，是那個情況越來 越嚴重。這個短中期呢，我們現在最後的方案還未落實到，但是這個問題環保局會和我們相關部門呢一起去合力去解決，希望有一些緩解一下現在的情況。當然長期來說，那裡會不會成為我們的水域，我們有另外一些應對方法，包括趙太提到是否應該要填了去，這些其實我們都是會繼續聽取市民的意見，還有各種可行的方法我們都會考慮的。或者那個遊艇自由行，我們一陣間先，我們再聽多最後一位的家庭觀眾電話，聽多些意見先。李先生你好。時間問題，我就集中講翻有關填海嘅問題咯。因為咧，你而家我哋個潮州江口都話填近海啦。有幾笪地咁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咧，即係會唔會因為填咗海咧，影響嗰個水域嗰個污染嘅問題啦？這個亦都係我哋關個水質嘅問題。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水浸。因為我發覺咧，即係話自從澳門1990年代開始填海咧，內港嘅水浸嗰個速度咧，係比過去幾十年前咧係快好多啦。即係我哋根據流體一個運動嘅方式，即係話嗰個流量不變，而個時間同一個速度流量不變嘅時候，嗰個流速自然會增加。即係話佢漲起嘅時間就會越嚟越快啊。我問題就係仲有海洋花園嗰度仲準備填海添。咁即係我哋喺流體運動嗰個，我哋叫做渣腰管效應咧，就令到個水嘅流速咧衝入內港嘅水浸問題咧，我就想問一問局長咧，關於內港嘅水浸問題咧，有乜嘢嘅？就先話盲搶嗰個，你都有考慮啦。咁而家問題北區由來已久嗰個老問題水浸啦，唔知係咪亦都係屬於你哋港路局嗰個一個工作嘅範疇之一？咁即係話。都填咗，唔單止係水浸咯，亦都改變咗珠江口嘅水質啦。咁如果海水嘅水質改變咧，其實對生態環境咧一相對有影響嘅，尤其是流行病咧，都同呢啲水質改變咧，環境物候嗰個破壞咧，亦都係有相對關係。唔知你哋嗰方面有冇考慮到？你嗰個填海規劃咧，係咪因為真係有一個好通盤嘅考慮？係唔係話淨係為咗我要多啲地就去填多啲地咯？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佢哋啲污水咧點樣去排放？我想我哋系作为一个关心环境问题嘅市民咧，系希望喺呢一方面政府咧就给予一个高透明度嘅一个解释咧，俾同我哋讲解啊，唔该晒。好，唔该晒你嘅意见，李生。咁时间关系，可能后面嘅观众我哋就入唔到啦。咁可能而家就最后剩低4分多钟嘅时间啦，就麻烦啦，黄局长回应一下头先李生就话到填海系咪对我哋嘅水质仲有一个水浸嘅问题造成影响咧？咁仲有头先赵太未问到我哋未回应嘅一个游艇自由行嘅问题嘅。OK，
嘅或者答埋阿趙太嗰個遊艇自由行個問題啦。咁呢個遊艇自由行咧，我哋響現階段嚟講咧，就由於都係一個先行先試嘅計劃啦。因為呢個其實都而家都未係正式係試行，我哋而家正係做緊啲準備工作。咁我哋亦都講翻，其實我哋係有習慣管理水域嘅，我哋唔係冇水域嘅。咁所以唔係話因為我哋冇水域，所以做唔到呢啲所謂嘅海上活動。咁我哋而家所使用嘅地方，其實都係我哋用緊嘅，或者我哋嘅管轄範圍，只不過冇一個明確嘅界線。咁好啦，咁我哋遊艇自由行其實所佔用嘅地方，喺現階段嚟講，我哋先會係使用即係我哋路環嘅聯生工業村對開嘅一笪即係而家係一個淺灘，咁我哋已經將佢疏浚咗，咁佢係具備條件係可以俾約莫五十隻遊艇係喺嗰度係叫做鋚泊，即係佢哋係放個鋚喺度，就唔係靠埋岸咁樣喺嗰度鋚泊，然後咧就用一啲交通艇或者駁艇咧駁埋去路環碼頭嗰度係上落嘅。咁呢個計劃嚟講，即係我哋會睇翻未來自由行嗰個進展啦，即係嗰個需求嘅大小，咁然後喺我哋嘅十字門水道咧，繼續會開發多少少嘅泊位。咁同一時間，我哋亦都會希望現有嘅兩個嘅一個遊艇停泊嘅碼頭，包括漁人碼頭啦，同埋係喺內港筷子基裏邊嘅遊艇會咧，亦都可以係成為試點之一。咁當然佢要滿足一定嘅條件。咁所以呢個遊艇自由行嚟講，未喺現階段唔會涉及有冇水域呢個問題。我希望答到阿趙太嘅問題。咁另外李生嘅問題係關於填海同埋污染。咁其實我諗回顧翻澳門嘅歷史，或者係周邊地區嘅歷史，其實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填海得回來，澳門又好，珠海又好，包括現在我們橫琴，大小橫琴以前是不連通，跟住連通了。那澳門來說，由可能澳門半島跟住氹仔路環是幾個分開的，現在氹仔和路環連埋了。所以當然余先生也是一個可能是比較懂科學的人，覺得即是說如果填了海，海水就容易是入侵大陸，這個我都認同的。但是是不是因為填海影響了污染呢？我想這個也都未必有一個必然的關係。我們其實作為政府來說，在那個截污那裡，即是相關部門包括民署環保或者公務局，在截污問題如果是繼續做得好一點的話，那其實我們所有的污水如果能夠經過處理才排放出海，其實那個污染就不會是惡化的。那我可以這樣答。當然關於內港的水浸問題，其實我們都是參與部門之一。其實呢，現在有一個是叫做內港的一個水患整治的工作小組，由土地公務運輸局去牽頭的。他們當然也是用短中長期一個不同時期解決辦法。現在首階段呢，就先是圍堵一些容易有海水到海水入來的地方，我們叫做是見縫插叫做插針的方法，是堵住這些是比較高的海水。當然下一階段其實都是要需要一些科學研究，是加高堤圍還是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減少這種海水倒灌的現象。其實政府是有跟進的，只不過可能最近跟外界或者跟社會說的進度不是說得那麼多，所以市民以為我們已經是不理這件事，其實我們是有這個是跟進的事。關於到所以這個污水排放方面，我就再講回，其實是需要亦都社會去繼續去努力，因為剛才我講到的一些污水管錯接接入了我們的清水管，政府怎樣跟來跟去，可能最終都是要市民自己要自覺，就不要做工程的時候隨便將一些污水管駁進清水管，我們排解來排解去，問題都還會存在，這個污染就比較難搞了。是的，今天都非常多謝黃局長上來跟我們一起講解一個工水安全和我們習慣水域的問題，都回應了很多其他關於填海污染等方面的問題，希望可以解答到市民的問題啦。今天的澳門時間澳門開港時間到這裡結束了，明天會和大家一起來談談關於我們的一個
外勞的退場機制，歡迎大家繼續關注，拜拜。